琴心词这一击的威力比联邦导弹还猛。不愧是主世界，四神功力几乎就破掉了国魂加持的破格天官手，这要是全力以赴，我估计立马就得扑街。娘子，你想干嘛？不干嘛，就是有些好奇，夫君最近变得有些深不可测了呢。秦心慈应该是真的好奇，毕竟我一夜之间天官手大成太过令人震惊，不会真的下杀手。我有什么看不明白的？说到深不可测，娘子一出手就把我打飞了，我这点能力又算得了什么呢？白昼漫漫，快活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来啊？怎么这么迫不及待想要回到宗主的身边吗？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大长老随时会对你动手，你还是不要在外面瞎晃悠了，乖乖跟在师父身边，最好形影不离。我不过是宗主座下的一个奴仆罢了，哪能整天缠着他呀？娘子，你不会以为我真和宗主有什么关系，在吃醋吧？冤枉啊，我和宗主之间那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唯有你才是我此生真爱。油嘴滑舌，以夫君现在的状况，只怕是有心无力吧。这小子最近越来越聪明，不再像以前那样好骗了。怎么会有心无力呢？妖女想诈我，但我是原主那样的呆子。秦心慈说的没错，我目前的实力还不足以抗衡大长老，宗主就是我最粗的大腿。现在我的元点很充足，可以给涅槃指升级，还是先把宗主的伤彻底治好为妙。当前元点666.23333，当前等级2。好贵呀、花费了140元点才将涅槃指升到3级，看描述似乎也没多大变化呀。也不知道能不能治好宗主，要不再升一级？对不起，您的元点不足，无法升级。我还剩500多元点呢，这都还不够啊！四级涅槃指到底需要多少元点啊？得去试试3级的涅槃指能不能治好宗主。不过不能这么急，小世界和主世界的时间流速不一样，对宗主而言，我才刚离开没多久，刚出来又回去说能治好他，也太夸张了吧。还是先缓个1-2天，编个祖师婆婆托梦让我升级的借口，再去找宗主吧。手上这么多元点，还是要转化成实力才是王道。这就是魔琴宗负责看守藏经楼，在宗门里仅次于宗主和四大长老的传功长老吗？这外形有些袖珍啊。见过长老。看来宗主对你很重视啊。这是最高级别的修炼令牌，可以选择最珍贵的几门先天功法，这100多本功法就是宗门的珍藏了，从后天到先天一应俱全。哇，只要是我能理解的功法，看一遍系统就能记录下来，这里这么多武功，赚翻了。乾坤大逆转已记录完成，先记下来。桃花宝典记录完成，看起来很有趣的样子，学了。降魔18拳记录完成，难道不应该是掌吗？这可不武侠，不过我先记下来再说吧。神奇功法天地交争阴阳大乐赋，哇，这下我无敌了。有系统在手，不但可以将藏经楼的秘籍都纳入囊中，说不定还会有意外之喜。这本小说里不都这么写的吗？这小家伙在想什么呢？笑成这个样子。
这是魔情秘册，记录了魔情宗内所有功法的名称和简介，你赶紧选吧。哎，我不能亲手去翻阅那些典籍吗？只看简介能了解的信息有限，没法找到合适自己的功法。以前是可以的，但自从四十八代宗主温庭筠用过目不忘的本领偷偷将阁内的功法全部都记住了之后就不行了。我看你这小娃娃不老实，不能给你犯错误的机会，你只能从这里选。好吧。真是老奸巨猾。哎，还有那个什么温庭筠，得了便宜偷偷乐着不就行了吗？干嘛要到处宣扬，断了我们这些后辈的路啊。我为邪帝每周六周日10点更新一集，